唔好收良子啊！放屠，人妖殊途，你仲为个求情？我今日就要斩妖除魔，毁民除害！呀，good thing啊！哇，黄师傅，估唔到你咁好戏嘅，完全唔使 NG 嘅。导演你过奖啦，可能平时驱邪驱鬼得多啦，所以咪容易入戏咯。驱邪驱鬼？诶，黄师傅系货真价实嘅真道士。 我专登请佢啊，出嚟啊，帮我哋客串嘅。啊，导演啊，我有场戏唔明啊，想问下你。哦，保住装讲，过嚟。诶，琪琪啊，方唔方便倾两句嘢？啊，好啊。实不相瞒，我闻到你身上有妖气。妖气？普通人闻唔到嘅，我怀疑你撞邪啊。冇理由噶。 我最近都冇个坟场地方拍戏，咁你有冇去嗰啲荒山野岭度拍嘢啊？前几晚先去完魔星岭外景，嗰啲地方啊最多山精妖味嘅，可能你已经俾妖怪缠上咗啦。但我咩事都冇喎，系我呢几晚啊仲好瞓添啊。可能就系妖怪潜伏紧，未喐手啫，我要攞一栋法器。Kimi，Kimi， 睇翻头先嗰场戏咧，我哋就觉得书生个情绪可能仲要再吞一吞吓。明啊，过嚟倾倾啊，化妆间等你。哦，你自己小心啲，有咩事随时揾我。哇，舅父唔系咁早瞓啊，仲谂住揾你排戏添。 边个？Terry，你做咩？你放失失咁，你咁惊做咩？你块面好多皱纹啊！呢啲唔系皱纹，呢啲系超薄值胶面膜。唉，你摸下。唔使啊。男人啊都要靓噶嘛，如果唔系啊，点可以 keep 得咁后生？咁夸张？竟然俾你睇到唔应该睇到嘅嘢，我警告你啊！ 呢件事你唔好讲出嚟，如果唔系你死梗，知唔知？而你舅父 K.C. 系狐妖，系啊！我寻晚咧见到佢剥个面皮落嚟啊，个样啊好老噶，佢仲呃我咧系因为敷咗只胶面膜，我先冇咁蠢信佢啊！佢仲剥面皮？佢将个面皮咧摆咗落个樽度啊！你有冇同其他人讲啊？冇啊，我连最亲嘅人都唔敢讲啊！ 哇，周围啊！吓死人咩？关咩事啊？你话我敷 mask 啫嘛？家姐，你真系敷 mask 咋？唔通人皮咩？哎呀，仲湿噶，敷唔敷啊？讲鬼你咩？你家姐成日都敷 mask 噶啦，大惊小怪做咩？唔系啊，我痛痛，我要厕所先。哇！神神化化咁。哦。 你屙青屎？系啊，呢啲咧系咪叫拍多青屎啊？呢啲系一般人嘅讲法啫。事实上呢个已经系撞邪嘅征兆啊！吓，你咁讲，即系我舅父真系狐妖啊？哦，点解我舅父忽然之间会变咗狐妖噶？普通人就梗唔会变妖啦，除非佢根本就唔系你舅父，系狐妖假扮嘅。咁我舅父去咗边啊？我都唔知喎，而家当务之急。 就要令狐妖现形，确定咗佢嘅真身，我先至可以施法。我听人讲咧，童子你可以驱邪教，非唔使借。唔使，我呢度有一样好强力嘅法器，只要你拎住呢道符，接近狐妖，就可以令佢现形。多谢黄师傅。你就咁就攞走啊？唔系点啊？哦，系咪仲要作法啊？系。 虽然斩妖除魔咧就系我嘅天职，但系我都需要一啲实质嘅支持噶嘛。唔系好明，你可唔可以讲白啲啊？呢道符咧就我用咗好多功力咁写成嘅，我就象征式收你一万蚊啦。哦，原来要钱啊！但我今个月未出粮喎，我得3000蚊咋？唔紧要啦，3000蚊我就收你3000蚊啦。多谢黄师傅。
舅父。哎 ，Terry， 揾我啊 ？Rachel， 你都喺度啊？唔阻你哋啊嘛？唔阻，我哋食紧牛扒啫嘛，一齐啊！加多位。唔使啦，我食咗嘢啦。咁力王，唔好惊啊！快啲逼只狐妖露出原形啦！如果你唔想错过 TVB 嘅精彩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下边嘅钟仔 subscribe 啦！